那种已经好像长成很久了。它是最后，其实到那边我觉得说只有最后一小段直直的去。我这个叫 Grey Avenue 还是什么，就是一个兔耳的名称，它有四个小时，所以它几乎就是带你大概把比较重要的都走一下。但是我觉得只有后面一个叫Niagara Falls 还是什么，就是它名称叫这个，后面那一段大概两个小时，我觉得一两个小时去那里看一下就好。然后它全程都要地底下啊，全部都要地底下。这有上有下，所以他也问说，他在走的过程中，他问你说，你觉得说你现在是朝上还是朝下？啊，所以你要去观察那个水流的那个，因为它那个是水流是在，然后类似。那这都是底层的那些暗流，就是你那个水所形成的那个坑洞，所以说他说就要去观察那些像说石头的波动波纹方向啊，所以后来才觉得说啊英文实在太不好，所以还真的听不太懂那个，好，下次带翻译去。啊，这个是这样，那这个其实。对好像邮局就在这个 building 里面，那这些路好像其实不太怕。那这是在已经到隔天吧，隔两天其实我就跑到那个 Nashville 去走一走。那第一个 Nashville 我先去走这个叫那个 Parsoner 神殿，应该是西亚神殿。然后这个，你看它的体型就是这样，我没有，其实这个是有点背，这个应该转过来，但是其实它还蛮壮的啦。没有，这是因为这被拉长了，筋是壮的，它没有这么。要是去 Vegas 就可以看到满街都正的辣妹。我全美国瘦子都集中到 Vegas。我四年前在那个费城过境的时候。还了车，然后要坐那个租车公司的 bus 去机场。那最后 bus 最后一排四个人并排是横的位置，上来三个黑妞，坐不下，坐不下。哇！我有同事那时候看到真的是只敢用洗脚。不是，你要想他们居然就是还在外面跑马跑步，但跑到那个还很健康。而且有些人就是整个姿态就这样没法出门。那个太上新闻的那种，那四个人的位置，三个并排坐上去，三个位置坐那个没办法上新闻，都是200多公斤的，100多公斤都还可以啊、嗯。而且美国的车子都很大，所以100多公斤都还可以自己开。这个是就在那边四处晃，本来这边它只有一群鸭子的，那本来想拍鸭子那个飞过去，但是后来啊没时间。然后就走到他附近，我就在那边逛了大概一个下午吧。然后这边有一个桥，这个叫什么桥，我都忘了。他们走过这边，他好像这边有一个叫什么 studio， 就是一个体育场。然后这是有一些，它有一个有一些街道是比较旧的那个街道。就这样晃一下，那就是对面的墙。那这边我记得我看到新闻，那时候很多人在日全食当天就在这边看那个日全食。其实那时候还是看到全食，只是说可能大概一分多钟吧，不到两分钟。可是你那时候刚好太阳过正中午日全食，你脚筋不会打到脚架？不会。我那一张没有打到什么东西。这真的快死了。那实话，有空间可能错了。那都没办法，新有的话。其实我有两只那个，它脚架有一只是用一般的那个橡皮脚架，然后再一个好像轻便型的设计，另外一个是
柱力，所以 P 柱力它那个有中间有那个中柱嘛，所以中柱是比较高，所以应该是打不到的。要不然就是学高桥，高桥这一幅那个长颈鹿，带不出去，那个那个人带1200，1200不用吧？应该没有，你只要拍黑子对我能吃的。这边讯号，这边网讯号。啊，这边我没有网路。可以啊，白色老清楚。好啊，那我找那个录的影片。有没有人要发表去看日全？